人啊，欺负小孩子。我不跟娃娃打架，你最好赶快走。我不是娃娃，我是替天行道的女侠。女什么？女侠？岂有此理！是我用了九阴白骨爪逼得他对我出手，然后他再用一招天女散花反击打落了我的武器。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才发觉我们两个已经靠得好近好近。还想跑啊？哎，你才多大？12岁吧。偷钱，没志气，要么就光明磊落去抢，偷鸡摸狗算什么英雄？啊！有人欺负我！有人欺负我！我警告你哦，如果你再哭的话，我就爸再打我啊！再打！求求你不要打我啊，大哥，你不要打我啊！啊！不要打我啊！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求求你不要打我啊！不要！你干嘛偷袭我？你要不要脸啊？欺负小孩子！我不跟娃娃打架，你最好赶快走。我不是娃娃，我是替天行道的女侠。女什么？女侠？岂有此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天是我用了九阴白骨爪逼得他对我出手，然后他再用一招天女散花反击打落了我的武器，最后他使出金蛇缠尸手缠住了我。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才发觉我们两个已经靠得好近好近。小心啊，女侠。我呸！认输吧，小女生。哎，小姐，这样拍地代表投降啊，他会松手的。Give up， 给。哎，他怎么那么固执啊？我不想伤害你，你认错我就算了。士可杀不可辱，你杀了我吧。想不到你这个小女生还挺有骨气的。好，我不杀娃娃，大贝，交给你了。哎，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啊？变态！你的同党呢？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认识他。那你干嘛帮他出头？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神经病！你少神气，等我找到银河姐姐之后，一定会回来教训你们。你就是那个替天行道光明女子中学高二甲班班长兼体操队队长蓝玉梨。怎么样，怕了吧？西街的二人王尤雅鱼。你知道我是谁？一个月前无恶不作，自以为是，到处惹是生非。这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虽然他满口武侠小说的对白十足没有女人味，但她却是我认识第一个不怕西街恶人王的女生。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她将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喜欢上的女孩子。这位女侠单枪匹马独闯西街，传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叫沈银河的失踪援交妹，一个人不知道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在西街重复的不断的找寻着。
你留在这的啊。哎，拜托你搞定他好不好？哎，我搞不定他好不好？他根本就是个灭绝师太，不准你这样对 David 姐姐。David 姐姐，姐姐啊 ，David 好。这么晚你们都还不回家吗？你应该还是学生吧？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孝顺父母呢？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跑跑照，我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哎，要好好读书，知道吗？哎，你又在耍什么宝？你又在耍什么帅啊？在西街，我说了算。哎，你得过我这关才行。就是要逼我跟你斗就是。好。我们来比赛花式滑板，如果你赢了，我们全西街人陪你找你学姐。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输了，你给我离开西街，不准再来。好。该你了。好。没事吧？喂，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他根本就不会玩滑板的，就算你赢了他，你也胜之不武。你这个娃娃是秀逗了还是智障？我要向你挑战。你跟雅鱼斗滑板？人家可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呢！哇，我是乖孩子，我今天有做功课。我不跟娃娃斗。你彩虹都只剩下一种颜色，我听着你说着想到你的话。你这二人王跟着我干嘛？你小子还没臭美呢，谁要跟着你啊？你还想斗啊？有本事放马过来啊，我才不怕你呢。我才没那个时间跟你这种低等战士斗，我只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离开了。哇塞，西街你拉开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以后不准再来西街。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总之天天斗剧，你奈我何？好啊，那我就明天后天大后天，总之天天都把你扔出去，直到你不敢再来为止。可恶可恶，